久等了，爱音乐的你。今天你如何听歌？黑胶、CD、手机播放器，还是15秒短视频？我们面前应有尽有，我们面前一无所有。卸下华丽的外壳，你还会好好听歌吗？时间过得挺快的，第三季到来了。对我来讲的话呢，做到自己极致，极其享受，就是最佳的。金曲不重要，唱到自己最满意，原来是最重要的。现在的我就觉得，金不金曲，我自己早已经给我自己金曲了。我觉得我的标签已经够多了，我不想给自己贴上什么样的标签。歌手要用作品说话。所有的质疑声都是催促我们要赶快成长的一种力量。大音希声，返璞归真，心之所向，生命不息，以纯粹致敬纯粹，用信念捍卫信念。负责任地说，在我22年的舞台生涯，应该今天是第一次没有任何色彩，轻轻松松地唱一首歌的一个状态。非常珍惜这个舞台，真的是会在我们人生当中留下一个闪光记忆的舞台。人的能量没有上限，玩音乐可以一直往上走。不是中国所有的音乐综艺舞台都应该是造的，每个人一定都会有那个不一样的地方。不管受过什么事儿啊，你给我站起来。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洗尽铅华的您依然在闪闪发光。答应我，两个玫瑰少年永远绽放吧。听见音乐的脉搏，天赐的声音，第三季久等了。